团的高继强到，豹子团的赵观克到，虎团的何有刚，战地医院东江，还有炮兵营的李伟。逢喜事精神爽，团长啊，喝水。团长，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告诉你们俩吧，罗麦这丫头答应我了。啊？什么啊呀？她要嫁给我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不，团长，你真的要娶罗麦？哼，哪有英雄不爱美人呢？更何况她是个大美人。团长。你没白追，老子浇了地，他就得给我开花结果。行了，你俩马上回趟部，把西边那个房子给我收拾收拾。这就收拾新房啊？我明天就得娶她，快点！哎，团长，帽子。哎，虎子。你说团长这话，咱是当真呢，还是不当真？应该当真。大嘞，当真。走走。